Hello， 三二一，开始。昨晚上还说怪我把你一个人撇下，我昨晚上说啥了？我都不记得了。胡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对不起，咱俩。你把我当成啥了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第一句就说错了。哪个？你说他跟陈涵有什么值得你守的？有什么值得？你说的你要守啥呢？我都回答不上来，意思差不多。意思差不多。但是值得你守着很重要，值得的人就是二大，对吧？这个字眼，小荣，这次开始啊，来，啊，值得，我要守在太平镇。